谁让你进来的？出去！王厂长，对不起，师傅病了，我来给他请个假。王厂长，你这是？这老家伙成天什么也不干，就知道请假。你告诉我，能干干。不能干，滚蛋！哦，对了，你留下，把这打扫干净，不然也给我滚！你想死我！哎，哎呀，这么心急干什么呀？竟然是汪倩！你长得这么漂亮，我现在就把你吃！哎，你不看什么地方？厂长和副厂长竟然敢在这儿偷情！谁？你偷看？我没有。你还狡辩是不是？你就不怕我告诉他吗？敢威胁我？你有证据吗？李泽天，你敢冒犯汪副总，你以为你有几条命啊？知道他，你是厂长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哼，说得好，可这地上的剩菜比你那条贱命值钱。啊！我看你真是活够了。对不起啊，王厂长，你大人有大量，就饶了小天吧。你是他师傅，那你让他把这饭吃了。好，好，我吃，我吃，求你饶了小天。哎，你不行，得他吃。你还磨叽什么呀？信不信我让这老家伙滚蛋？小天，我是怕老糊涂了，你不能为我这样啊。跟狗讲似的。你们两个被开除了。你玩我。你们两个被开除了。你玩我。有时候吧，你还是太天真了。小天，别冲动，都是我的错。他们嫌弃我姥姥没有用，都是我连累了你。师傅，他们欺人太甚，我一定要出这口恶气。滚！算了。
师傅，您先回家吧，我去找一趟娇娇。你给娇娇呀，都快要结婚了，见了她一定要收收自己的脾气。这里长子的事情，以后慢慢说。 臭婊子，舒服吗？你别停啊！爽不爽？欢迎哥，宝贝儿，爽不爽？舒服吗？好了，磊哥。臭婊子，舒服吗？你别停啊！你臭婊子，你好骚啊！ 舒服，哎呀，磊哥，坏死了！苏娇，你这个贱人，干什么呀？大惊小怪的。咱俩还没结婚，你就给我戴绿帽子？还好咱俩没结婚。 你现在被工厂开除的事儿，谁还不知道啊？跟你在一起啊，我的脸都丢尽了。原来就是你趴在地上和狗抢吃啊！哎呀，<笑>你未婚妻把我服侍的很好，忍得很。李泽天，你疯了？你敢打钱总？管你什么总，你们这一顿狗男女，我今天非杀了你们！你敢！ 师傅，吃饭。小天，都是师傅不好，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师傅，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您从小收留了我，把我带到厂子里学技术。现在厂子里除了咱们俩，谁还有真技术呀？现在的社会啊，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你在厂子里尽心尽力了30年，也是技术骨干，总不能因为你老了就把你赶回家去。 这些畜生，真不是人，行我杀驴！也怪咱爷俩呀，爱老实了，只知道实实在在的修理机器，从来没想过给领导送礼。我一定找厂长要个说法。哎呀，昨天看见了，听他是我。没事，哎呀，你怕什么？这是我的办公室，我他谁敢进来？ 你好骚啊！好了，不好了！慌什么慌？谁让你进来的？厂长，出大事了！厂里的机器突然停转了，气压越来越大，快要炸了！啊！你站住！你站住！吴俊，你快去修啊！啊？这我哪会啊？ 我跑！厂子没了，我也脱不了干系。你快去找李泽天和他师傅，他被咱俩开除了。你快去找他们，厂子要真炸了，我让你也活不了。你快去！你在干什么？还想欺负我们呀？小天。
你听我跟你说，厂里现在有急事，你快跟我回去一趟吧。已经把我开除了。哎，我这昨天不是跟你开玩笑吗？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小天，谁不知道你们师徒俩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工厂新压阀出了问题，马上就要爆炸了。然后你跟我回去，怎么着都行。小天，这人命关天，厂子如果是真的被炸了，这附近小区的人都会被炸死，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厂子被毁了吧？你快给汪总一块去厂子看看吧。对对对对对，古师傅说的对，只要你跟我回去，我给你升车间主任。车间主任谁稀罕？我回去那是因为和厂子有感情，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必须高调把我师徒俩接回去，而且当众道歉。哎呀，没问题，没问题，快走吧。来个人帮忙，你快去，快去，你快点去。扳手，快去，快去，扳手。不对呀，应该修好了呀。你流氓啊你！你压着线了。好了。恭迎恭迎恭迎大力铁塔，最强英雄归来，很好。孺子可教也呀。找我有事儿？李泽天，你现在就是个小小工人，别以为救了次火你就能无法无天。笑话，要不是我救的火，你们能在办公室里透着情吹着空调吗？你混蛋，够了，你快放过他。李泽天，你是救了公司不假，但现在我是厂长，我随时能让你滚蛋。哟，你在这跟我玩卸磨杀驴呢？你要是能拿下这强盛集团的订单，我不仅能留下你，我还能升你当车间主任。放心，包在我身上。哼，我告诉你，这个订单我跟了三个月，你到时候要不行，麻溜给我滚蛋。那是你不行，真男人从来都是行。这强盛集团也太大了，负责订单的高经理到底在哪个办公室？应该是这儿吧。你谁呀、啊、你？你好，我找高经理来谈谈订单的事。哪个高经理啊？我们这里很多个姓高的经理。就那个高什么来着？够了，我看你根本不是来谈什么订单的吧？你是不是想偷东西啊？赶紧给我滚出去！不是，你这个婆娘怎么这么没素质呀？再不滚，我叫保安。你。这娘们居然是钱磊的老婆，好你个钱磊，有这么漂亮的老婆，还来搞老子的女人！别乱动，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这个东西认识吗？我老公的手机。哎呀，行了，伟哥，坏死了。你老公跟我未婚妻偷情，你说这事怎么办吗？你老公跟我未婚妻偷情，你说这事怎么办吗？现在谁还会信这些东西啊？ AI 换脸技术这么发达，你该不会是想敲诈勒索吧？你老公下面躺的可是我的女人，我有必要拿自己的清白造假吗？这可说不准哦。现在有些人啊，为了骗点小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泽天，你快回来看看吧，娇娇又在。我知道了，师傅。你敢不敢跟我走？我让你心服口服。好啊，你敢骗我，我绝不饶你。哎，你胆子真大，还敢来呢？宝贝儿，这样不刺激吗？成了，好好谈谈你。哎呀，俺冒险。宝贝儿，宝贝儿，好香，好刺激。妈的，这对狗男女，什么杀千刀的千累，居然背着我干这种事！你别冲动，我要杀他们！你冤枉了，我最见不得女的哭了。不是，你为了这么一个渣男，值得呀？你不懂，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怎么不懂？你老公下面压的可是我未婚妻。男女。因为我是个男人，怎么可能像你一个女的哭哭啼啼的？要不我们也来尝？啊！哎，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怎么了？我好像听见我老婆的声音了。哎呀，怎么可能呢？肯定啊，是你出幻觉了。继续吧，老钱。好宝贝儿，你好骚！哎，你们男人没搞好东西。招呼我了，招呼我了。快点儿啊你！真不害臊啊！你可真坏啊！没想到你认识这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行吧，你今天先回去吧，不用陪我了。我送送你吧，万一你在路上被人劫色了呢？大白天的，哪来人劫色呀？站住！真是想啥来啥。你是谁啊？真是想啥来啥。你是谁啊？别管我们是谁，等一会儿我会把你打得叫爸爸。哎哎，你们可千万别乱来，要钱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哟，还有个小少妇，正好给兄弟们玩玩。妈的，都给我上啊！啊啊！下次堵人记得多叫点，找这么些虾兵蟹将还不够开胃的呢。啊，松开，快断了！叫声爸爸，我就松开你，要不然拿这条胳膊当下酒菜。哎呀，爸，爸爸，求求你饶了我吧！
吴军，怎么是你？张哲让你来的吧？你认识他？何止是认识，你说对吧？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放了我吧。滚！今天谢谢你保护了我。没事，同是天涯沦落人，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嗯。你这个废物，这点事都给我办砸了！你这个废物，这点事都给我办砸了！我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会点功夫。蠢货，饭桶！这小子必须得离开大力场。最近我看这汪倩也有点不太对劲儿。而且自从上次李泽天修好机器，汪厂长对他的态度好了很多。那看来还真的有点危险。张总，我有个办法。出去。吴局，我跟你说过，以后想向厂长汇报事情，你先经过我，明白吗？嗯，知道了，王厂长。哎呀，他是我叫来的，何必跟个小员工过不去呢？走。怎么还不让我碰你了？不是，我身体有点不舒服。今天晚上我要请高经理吃个饭，晚上你来陪酒。这个订单不是交给李泽天了吗？这陪客户啊还得我上，他毛毛躁躁的懂个屁。张总，你就别让我去了嘛。不行，这高经理啊是咱们重要的客户，今天晚上必须得去。我敬您杯酒。不好意思，高经理，我不会喝酒。这样，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喝了它。这高经理敬你酒，但是给你面子。快！我这个人啊，从来不强人所难。既然这样，我看我们两家的合作就算了吧。哎，别着急，别着急，高经理，这汪厂长啊，是要跟您喝着交杯酒啊。什么？你说什么？乖乖听高经理的话，要不然这场子你别待了。高经理，我呀失陪一会儿，你们吃好喝好。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失陪了，高经理，你别跑啊！待会儿把你送给我了。哎呦，哪个爱情套装？找死！住手！哎，高经理，高经理，你没事吧？我，哎，高经理，李泽天，谁让你来的？你知不知道你坏了我的好事？找一个女人陪酒，你算什么男人啊？好啊，我果然没猜错。你们俩还是搞到一块儿去了，狗嘴里吐出象牙！滚！你给我滚！你被开除了！生这么大气干什么？不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订单吗？我帮你搞定就是。你最好搞定。上车。看哪呢，臭小子？啊，没看什么。张总，你想明白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那咱们是要去哪儿啊？到了你就知道了。
张总，你是想开了？不然呢？还能怎么样呀？他能在外面拈花惹草，我的河流也不能干枯啊。果然是张总，出口成章。嗯，那看来今天只有我能滋润一下张总了。你想得美啊！我可不会这么轻易让你得到我。不至于吧？跟丢了魂似的。嗯，连你也逗我。你都不知道最近我有多烦，强盛集团的高经理给了我们厂一批订单，被我搞砸了，厂长要把我开除了。你不是挺能干的吗？你就别逗我了。那你来跟姐干，干得好了，人和钱啊都是你的。光说不连假把式。看你愁眉苦脸那个样，你说的那个高经理啊，是我的下属。真的？当然了。你们厂的那个事儿啊，我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喂，老高，和大力机械厂的合作不能取消，这是命令。就这样，怎么样？谢谢张总。就这样，谢。张哲，你让我出去陪酒也就算了，你知不知道那个高经理想要对我做什么？哎呦，来，宝贝儿。生那么大气干嘛？来，坐下。你把我扔在那儿，自己一个人跑了，你还算是男人吗？哎呦，我那不是有事儿吗？你能有什么事儿？我看你就成心的。行了，别说了。这昨天晚上损失了那么大的订单，这我不也没说你什么？不过我就是没想到。这李泽天他怎么回来？要不是李泽天，我被救了你不开心啊？开心，我当然开心。你离远点。这好几天没碰你，我都想你了。哎呦，谁让你进来的？不敲门。昨晚的订单搞定。真是强盛集团订单啊！你眼睛没问题吗？看不见上面的公章啊？可以。车间主任啊，就是你。赵副厂长去年刚退休，这个副厂长的位子还空着。厂长，您找我啊？你来厂里的时间也不短了吧？啊，是。有一段日子了，现在啊，有个人可是阻碍了你上升的道路啊。怎么天？哼，这小子坐上这副厂长的位子以后，我记得他可说过，他一旦当了副厂长，第一个开除的可就是你。现在这事儿有点麻烦。厂长，求求您，一定要帮帮我，不能让李泽天那么嚣张。这李泽天现在的风头正劲，扳倒他可不太容易。不过，他身边的人倒是……张总，我懂，谷安平那个老不死的喜欢赌量吧？要不然，我给他设个摊，好好整他一下。行，就这么办。等扳倒那老东西，这副厂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谢厂长栽培，您放心，保证搬妥。哎，不好意思啊，三个八，豹子。啊，又输了！我说古叔，你这手气也太好了，把把赢了我一晚上了。那可不，人李泽天最近刚当上副厂长，运气正旺着呢。人古叔作为一个师傅，多少沾点运气。哎，这样，好歹都是托我徒弟的福，我这就是运气啊，好了那么
一点点。哎，低调，低调。来来来，再来，再来。李泽天，你可别蹬鼻子上脸，这副厂长的位子是你说想做就做的吗？那我想做厂长的位子你也不给呀。你，我告诉你，副厂长位子你想都不能想。不好了，厂长，东海重工集团取消了我们这次招标资格。吴娟，你怎么搞的？东海的招标项目我交给你，你怎么给我搞成这样？这可是关系到咱们厂的生死存亡啊。如果拿不下东海集团的标，咱们厂就完蛋了。想必是他的招标书都没过关吧。你胡说什么？再怎么也比你这只哈巴狗强。就知道无能狂怒。不就是东海重工的招标会吗？放心，我搞定。但是我有个前提，这个副厂长的位子必须我来做。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呀？还你拿下，还副厂长，呸。张总，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搞定。吴娟儿，这次让李泽天去。张总，凭什么呀？别说了，出去。这次你要是能让咱们大力厂中标，这副厂长的位子就给你。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不过你也别高兴太早，你要是办不成事儿，哼，你连提鞋都不配。但我还有一个要求。啊，快说，有屁快放。就是得让汪副厂长跟我一起，而且他得听我的。不行，我一个堂堂副厂长，我能听你指挥吗？那你要是不去的话，那我心里可就真没底儿了。张总，你别让我跟他去了，我不能听他的。你可是真会挑时间提要求啊。行，我答应你。我操！哎，别去，又爆炸了！救救我！先生，先救救我家小姐，拜托了。先生，太谢谢你了，没有你我们两个都要死在这儿了。小姐，救人是应该的。这是500万，不成谢意。哎呀，小姐你千万别客气，我救人不图回报的。你竟然偷拍别人，你真是变态啊。小姐你误会了，其实什么？你快说啊。其实这是我未婚妻跟别的男人偷情的视频。啊，先生，对不起啊，我误会你了，你别往心里去啊。没关系，这也不能怪你。我叫陆小婷，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尽管给我打电话。啊，我叫李泽天，是附近大力厂的一名工人。嗯，先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先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你说。我觉得有些事你和你未婚妻最好还是当面说清楚，要么好好在一起，要么一刀两断。小姐，救护车来了。先生，多谢你，再见。谢谢。
哎呀，磊哥，怎么才来呀？怎么是你啊？磊哥，你和钱磊还有关系是不是？有关系又怎么样？哎，我说你这个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啊！老娘都跟你分手了，还敢找过来？孙娇，我本想开诚布公的跟你聊聊，没想到你还是这个贱女人。你还敢说我？等我成了副厂长，你就等着后悔去。我呸！就你这样还想当副厂长，做你的梦去吧。我就算是在外面要饭坐台，我也绝对不会后悔的。那咱们走着瞧。李泽天，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看这些乱七八糟的？王厂长，我看什么跟你有关系吗？你是我什么人呀？你少油嘴滑舌的，中不了标，跟你没完。那你想怎么惩罚我呀？鞭子，还是什么新奇的东西？王厂长，前两天我刚救了厂子，还救了你，你这就恩将仇报了？哼，谢谢你。那你怎么报答我呀？哎，开玩笑，开玩笑。招标书已经做好了。这招标书你能看明白吗？这儿真热，连空调都没有。我这有电扇。看什么看？你给我关了！再不敢给我跟你没完！哎，王厂长，你别生气啊。李泽天，你别高兴得太早了。畜生，等着出洋相吧。王厂长，你今天好美。今天见的是招标会的负责人，他可是出了名的吃拿卡，要不好对付。那要是好对付的话，也不用我出马呀。好软啊！王厂长，幸会幸会！早就听说王厂长的美貌赛过西施貂蝉，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王厂长真漂亮。哎，钱总，您过奖了。钱磊，怎么是你啊？我以为谁呢？王厂长，你怎么带个废物来？你们认识啊？何止认识，他头上那个大草原还是我送的呢。看你是又想找揍了是吧？钱总，是这样的，李工是我们厂的技术骨干，对业务这块比较熟练，所以今天我才带他过来。就这废物，给你们厂当技术骨干？怪不得没有评选资格，找死！我今天就站着，你瞪我一个试试！我今天就站着，你瞪我一个试试！你别冲动，别忘了我们的任务。王厂长，咱不能因为这个臭虫影响了咱的好心情。你们请，你们请。王厂长，来来来，再喝一杯。钱总。我实在是喝不动了，再喝一杯。敬酒不吃吃罚酒，让你喝酒是看得起你，并不是抬举。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你说对了，我的本事就是欺负你。你的女人，我没少欺负。哈哈哈哈哈。
看什么看？我警告你，你们现在求老子！钱磊，我今天不打你，但你放了他，我陪你喝。好啊，这酒就是垃圾，是人喝的吗？来人，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拿来。你没意见吧？没意见，找你喝不死，怎么都行。老板，我们这酒18.8万一瓶，您确定要开吗？什么意思？嫌我付不起钱是吧？告诉你，大老板有的是钱，瞧不起谁呢？开！这家伙摆明了坑你。喝，这该付的钱，应该不会没有吧？有有有有。义兄弟，为表歉意，走，我请你吃个大餐去。改天吧，我们还有任务呢。走吧，王厂长。那李兄弟慢走。看，臭流氓！不是你打我干什么呀？我要上厕所。你还看？别生气，我是说你身体好。少油嘴滑舌。虽然昨天你帮我解围，但是那么大的钱你让他付了，他一个人吃了那么大一个哑巴亏，这事儿也黄了。未必，这不是有你。这行吗？还差一点。哎，你干什么？还差一点。哎，你干什么？不是，你放这么好的资源不用，你干嘛藏着呀？不听我的，到时候交不了差，可有咱们好果子吃啊！可是他真要把我怎么着了，我怎么办呢？放心吧，我的实力你还不清楚。我要是有什么闪失，他饶不了。他妈的，居然敢耍老子！我今天非弄死他！磊哥，我真要去找你。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哎，昨天我是真喝多了，这不是来给您赔礼道歉来的吗？昨天把我害得不浅，我的火现在还没消。别生气嘛，我帮您消消火怎么样？好啊，我现在火大着呢。我现在火大着呢。磊哥，磊哥，这还有人呢。你们看什么看？都滚出去！钱总还去找那娘们吗？滚！磊哥，这施展不开，我带你去一个施展的开的地方，我好好伺候伺候你。还是你这小丫头的，想去哪儿？我可等不及了！你去洗一下吗？不行，我能等。哎呀，有备的，你去洗一下嘛！你看人家有备而来，你得对我认真点儿啊！哎、我去洗，我去洗，我很快。你确定这样能行吗？放心吧，我有杀手锏。行。啊！哎呀，黄哥，你别躲了！
严总，你怎么在这儿？你俩给我下套是吧？不然你也不来。仙人跳都玩到老子头上了，行，你给我狠！废话少说，这手机里面有我刚刚录你的一段视频，还有一个手机是你自己的。我要是把这个视频发给你的上司，我看你还硬不起来。不就是两段视频吗？那也能怎么样？那我就把这两段视频发给你上司，让你上司看看。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敢打我？看我敢不敢打你？敢动我的女人，活腻了你！求求你，别打了！你早就这样，我就少挨一顿打了。我们的诉求很简单，恢复我们招标会资格。行，不过这视频……第二部手机等试成之后再给你。你要是敢耍花样，哦，不敢不敢。不过，就算你们进了会场，那也是白搭。你什么意思啊？把话说清楚。你什么意思啊？把话说清楚。这场招标会的背后是霍震集团，他们早已经上下打点好了，你们去了也是当炮灰。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也没早问呀。霍氏集团的背后是什么人？霍启东，霍氏集团的继承人，他们家大业大，都买了中国目标。你们根本就拿不下，这该怎么办呢？他们肯定是早就串通好了，到时候就是走个程序而已。霍氏集团生产的东西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他们的机器80%都是翻新的，里面的配件都是二手的，你们有价格优势。你知不知道这种大型机器一旦出现故障，那可是会死人的。霍氏集团就是靠这个发家的，人家就是不想理他。行，知道了，你走吧。你总得容我想想吧，我又不是神仙。你长本事是吧？你对我大吼大叫。我语气重点是吼你吗？要不是因为我造成这个局面，那都是因为我的功劳。你抓我出去跟人家睡觉，这也是你的功劳？对，是我的。要不是我，你早就没人。今天我也要睡你。今天我也要睡你。你放开我！放开我！凭什么张哲那头蠢猪可以，我就不行？你少在我面前装清纯了。我装清纯？你以为我和张哲在一起就是自愿的吗？我看到他肥头大耳的样子我就恶心。那你为什么？我被逼的，我没办法，我穷怕了。我小时候我爸带着我和我哥去大街上讨饭，我从来没有穿过一身新衣服，都是捡破烂捡来的。后来我长大了，我能挣钱了，我爸和我哥天天吃喝嫖赌，每天找我要钱，不给钱他们就打我。我为了脱离这样的生活，我到今天这一步我就该打吧。对不起。你是我假惺惺的，你就是个大混蛋。对，我就是个大混蛋，凭什么张哲可以我就不行？因为你和张哲在我的心里一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谁不喜欢长得漂亮身材好的女人？勤勤恳恳对孙娇那么多年，最后换来的是什么？我就是要做一个渣男。啊，你那么想我是吧？那你来吧。你放心吧，我会解决的，好好休息。停！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参加招标会的。招标会哪个企业的？我们是大力机械厂的。大力机械厂，这个名字也太土了吧！走，别在这捣乱。咱们的邀请函钱磊说给咱们送过来，不会骗我们吧？放心吧，没事的。去把钱磊叫出来。
钱磊，也是你们叫的，再不走小心我不客气啊！吵什么呢？李县长、王厂长，你们来了，不长眼的，这两个可是我的重要贵宾。就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还不快滚！里面请。这就是霍启东，请。咱们坐在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江经理，这么重要的位置，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坐吧？就是，哪来的野鸡工厂啊？就好意思坐在那儿？我们霍少可是全市最大的机械公司，身价数十亿，你们是哪的人呢？啊，这么不知好歹！霍总，不好意思，是我工作失误。李泽天，跟我走，这不是你坐的位置。笑话，我偏要坐在这儿。敢问你是哪家集团老总啊？我们是大力机械厂的。大力机械厂，听这名字我都笑掉大牙。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卖大力丸的呢。就你们厂，敢不是上世纪的老古董吧？这位经理，那您真是说对了，我们厂历史悠久，放在以前可是要承担重要任务的。那你是大力厂的什么人？我是大力厂的一名员工。这是我的副厂长。这你们大力厂真是完蛋了，竟然派这么一个员工过来，这不是捣乱吗？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对付你们，有我们就够了。那你好大的口气啊！就凭你的身份，就没有资格对付我。你们，给我轰去！干什么？别动不动就赶人，把他留在这儿，我们看笑话，不好吗？下面有请大力厂人宣读招标书。下面有请大力厂人宣读招标书。哎，大家快看啊，泽天，你手里拿了什么呀？给大家念一念呢。这就是大力厂的职工啊，你不知道的以为你带个小流氓来呢。不是副厂长，你们再糊弄事也不能找这么一个流氓来捣乱。不好意思啊。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睡糊涂了？怎么把这个带来了？我记得我命运放在里面了。你少废话，现在还在这么多眼睛看着呢，到底怎么办呢？你先别急嘛。我能不着急吗？这都什么时候了，台下的人都等着看笑话呢。哎，既然标书都没了就下来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是谁说的我没有标书啊？那你标书在哪儿呢？都在这儿呢。这小子脑子都不正常。我不仅能把标书背下来，我还保证我们厂一定中标。你要是能中标，我当众给你磕三个响头。你要是能中标，我当众给你磕三个响头。好，这是你说的。对，我说的。你要是中不了标呢，你给我磕三响头。好，一言为定。李泽天，你是不是烧糊涂了？那么长的标书你怎么背下来呀？王副厂长，你要相信自己的员工，他既然说能，那就一定能。废话少说，李泽天，开始吧。
因为我们厂有最先进的技术，所以我们遥遥领先。他是怎么做到的？李泽天，你就是故意骗我？这不是为了给你个惊喜吗？现在我宣布，最终中标的是大力机械厂。想跑？你让开！李泽天，得饶人处且饶人，他可是霍启东的手下，谁也不行。不是。我跟你说，你要给我磕头的话，你可是跟我们霍总作对啊！我管你什么总呢，今天这事我跟你没完。小天，算了，霍氏集团咱们惹不起。啊？就听王厂长。哼，等着，咱俩的事解决了，你侮辱王厂长的事怎么算？你想怎么算啊？你给他鞠三个躬，然后大喊三遍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滚吧！看什么看？手机，我的手机。我告诉你，你再让我看你跟孙娇混在一起，我见一次打你一次。我明白。妈的！怎么弄死你个王八蛋！终于回来了，领导，我这是按时完成任务了吧？确实很厉害，没想到你把标书都背下来了。其实我还要更厉害，江哥。再不弄我打死。小天回来了，师傅，事情办得顺利吗？王厂长，小天在给你添麻烦吧？没有，他很不错。那就好，那就好。哎呀，小天，你回来了！小天，你回来了。我先走了。有什么话快说。哎呀，你过来。小天，你看，这都是我给你特意收拾的。谁让你动我衣服的？哎呀，小天，还在生气呀？咱俩已经没关系了，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小天，我真的知道错了，原谅我好不好？我不能没有你啊！松手！我不，我喜欢的根本就不是千磊，我最爱的还是你。真令我恶心！你怎么回事？这自从回来就不愿意让我碰你，你是不是跟李泽天有什么关系？不是，我太累了。你不用动，我来动。谁让你做的？老张，你怎么跟头牛一样，整天就知道耕地？你身体吃得消吗你？你小子说话跟我客气点，你有现在的成绩，也都是我的提携。还知道提携呢？我的副厂长呢？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自然会做到。今天晚上厂里有个庆功宴，到时候我会提一句的。好，以后记得主动汇报，别再让我来找你了。嗯，张总，你个死没良心的，消失这么久打电话不接，跟我玩失踪是吧？张总，我就是个小职工，我也身不由己啊。少废话，我去吃饭。张总，今天真不行，我还得参加厂子里的庆功宴呢。难道你不想救我的命？我当然想了。你的病只有我能治，明天你等着。
少跟我耍花样啊！明天再不来的话，你就死定了。好狠！来，洪天，喝一个。今天是我的庆功宴吧？咱俩放肆！你现在还不是副厂长，就这么胖？哎，有一天你成了厂长，还不得站我脑袋上拉屎倒尿啊？对不起，张总，小天他不懂事，我代替他自罚一杯。张总，你真是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哎，张总，您犯不上跟这种二货生气。李德天，我劝你在领导面前放尊重点，不然马上让你滚蛋。等我成了副厂长，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小天，你给我闭嘴！你吓唬谁呢？咱们厂区的中标，那多亏我们汪厂长，有你什么事？汪厂长，吴军，不想出去就给我闭嘴。张总，我要跟你汇报一件事情。咱们厂的招标书被换成副总杂志，差点坏了咱们厂的大事。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吴军。你血口喷人！我记得这本杂志可是古安平的。你怎么可能陷害于我徒弟？这一定是有人栽赃于我。那你们师徒俩捣什么鬼？谁知道啊？好，你找啊！是谁做的？我心里清楚。好了，都别吵了。副厂长的任命书这两天就会下来。我不同意，李泽天给咱们厂添麻烦了。我看你才是咱们厂的麻烦嘛，这个标书是我拿下来的。那又怎么样呢？据我所知，你得罪了霍氏集团，这下他们跟咱们可是结下梁子了。说你蠢都是夸你，我要是不跟他们争，咱们厂能中标吗？你也不长长脑子。好了好了，你们先出去，找李明天有话说。怎么，张总，你要把厂长的位子让给我呀？啊，我告诉你李泽天，以后你李汪倩给我远点，不然。不然什么？你能拿我怎么样？汪倩以后是我的人。年轻人买的太大，容易扯着道。哎，怎么样，他有没有为难你啊？你这么关心我，不会是爱上我了？少臭美，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听我的，跟张哲断了吧。这是你的真心话？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让他碰你。怎么了？啊，没事，是我看花眼。厂长，您找我啊？你来厂里的时间也不短了吧？啊，是有一段日子了。现在啊，有个人可是阻碍了你上升的道路啊。泽天，哼，这小子坐上这副厂长的位子以后，记得他可说，他一旦当了副厂长，第一个开除的可就是你。现在这事儿有点麻烦，厂长，求求您一定要帮帮我，不能让李泽天那么嚣张。
这李泽天现在的风头正劲，扳倒他可不太容易。不过，他身边的人倒是……张总，我懂，谷安平那个老不死的喜欢赌量吧？要不然，我给他设个摊，好好整他一下。行，就这么办。等扳倒那老东西，这副厂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谢厂长栽培，您放心，保证搬妥。哎，不好意思啊，三个八，豹子。啊，又输了。我说古叔，你这手气也太好了，把把赢了我一晚上了。那可不，人李泽天最近刚当上副厂长，运气正旺着呢。人古叔作为一个师傅，多少沾点运气。哎，这样，好歹都是托我徒弟的福，我这就是运气啊，好了那么一点点。哎，低调，低调。来来来，再来。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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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们一千，我也闷一千。那不行，我再看。这运气来了，你等，说不跟，你不行啊！我就不信了，这把我闷到底。我也闷到底。那要不，咱们打开牌，分个大小。那不行啊，我这还有二十万呢。说跟到底就跟到底。是啊，不说要是跟不起排气了那算了。你说什么呢？李泽天刚当上副厂长，他怎么着也要孝敬一下古叔啊。古叔会没钱？我是真的没钱了呀。哎呀，古叔，要不这样吧，我们这二十万都已经下了，要不您先赊二十万。赊二十万？那行，我赊。告诉你，这一把呀，我准赢。豹子又是三个八。不好意思，姑叔，三个九。啊！你现在可欠我二十万。嗯，那我先射住，先射住，再来，再来，再来。哎呀，不玩了，都没钱了，玩什么呀？哎，吴军，再来一把，我准定了会扳过本儿。别说我没帮你，我认识个老板，可以借钱。借钱？那行，我借。钱总，这是我古叔，快叫钱总。钱总好。吴俊，你有没有搞错？带一个这么大年纪的人来找我借钱，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我的钱不就打水漂了？不借。哎呦，钱总，这是我叔，他家老婆子病了，急等着用钱，您就通融通融吧。是是是，钱总，那就拜托拜托你了。行吧，看在你们夫妻感情深的份上，今天就把钱借给你，不过下不为例啊。赶紧把这钱拿下，滚蛋。哎呦叔，我还能骗您吗？赶快把字签了，咱回去继续接着玩啊。
我签。哎呦，谢谢钱总，谢谢钱总啊！好人一生平安，四季发财。谢谢钱总。站住！别跑！老家伙，还挺能跑，快他妈还钱！钱总，我这明明借你20万，这刚一个礼拜，怎么会变成200万了呢？你这不是明明让我拿老命来还钱吗？没钱是吧？那你拿命来抵债，给我打！你。住手！我看谁敢！今天我李泽天在这儿，我看谁敢动我师父！这钱我来还。李泽天，虽然你现在是副厂长，这钱你还得起吗？只要我李泽天开的口，我一定说到做到。李泽天，只要你能把古树的债务还清，让这帮混混不再来闹事，我可以担保让古树留下。哎，那怎么行？厂有厂规，凡是赌博必须开桌。我用我副厂长担保，我师父不会在厂里赌博了。要是他再赌，我跟他一起走。厂长，你看呢？嗯，这既然汪厂长开口了，李泽天，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咱们走。好小子，你有种！别说我没给你机会，7天之内要还不上200万，你和你师父吃不了兜着走。少废话，赶紧滚！我们走。小天呀、啊，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师父，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从小没爸爸，是你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呀。都是我爱徒，是我命贱，是我不是人呀。师父，你别这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200万，小天，200万，我们爷俩怎么还呢？张淑娜，这时候打电话来干啥？住手！小天，师傅，你没事吧？没事。李泽天，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我看你就是记吃不记打，竟敢些丢人的勾当！你现在手里没我的把柄了，还敢这么猖狂？而且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老不死的欠我200万，我今天讨回一个公道，没问题吧？吵什么吵啊！好大的胆子，敢来大力机械厂撒野！你们是什么人啊？这不是张厂长和汪厂长吗？来的正好。你们厂的谷安平赌博输了钱，找我借了200万，你说怎么办？居然有这种事儿！老谷，这厂子里严禁赌博，你不知道啊？这就是顾军，他让我赌的。哎，顾叔，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明明是你自己在外边赌博欠了高利贷，现在却来到我的头上。老谷，你这事儿既然闹得这么大，哼，这厂子啊也待不下去了，收拾东西滚蛋。滚蛋归滚蛋，这钱可不能不还。我看谁敢，只要我今天李泽天在这儿，我看谁敢动我师父，这钱我来还。
我看谁敢！今天我李泽天在这儿，我看谁敢动我师父！这钱我来还。李泽天，虽然你现在是副厂长，这钱你还得起吗？只要我李泽天开的口，我一定说到做到。李泽天，只要你能把古树的债务还清，让这帮混混不再来闹事，我可以担保让古树留下。哎，那怎么行？厂有厂规，凡是赌博必须开桌。我用我副厂长担保，我师父不会在厂里赌博了。要是他再赌，我跟他一起走。厂长，你看呢？这既然汪厂长开口了，李泽天，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咱们走。好小子，你有种！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七天之内要还不上200万，你和你师父吃不了兜着走。少废话，赶紧滚！我们走。小天呀、啊，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师父，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从小没爸爸，是你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呀。都是吴爱族，是我命贱，是我不是人呀。师父，你别这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200万，小天，200万，我们爷俩怎么还呢？张淑娜，这时候打电话来干什么？是。怎么了？这吃香药了？被恶心到了。谁恶心你了？被你老公恶心到了。你老公放高利贷，把我师傅坑了。他找我师傅追债，把我师傅打伤了。有这事儿？那个混蛋背着我出轨就算了，还干这种龌龊事儿。电话也说不清楚，你来我家。师傅，我有点事儿，我先过去的。那行，你忙，注意点啊。昨天我好看吗？你今天真美，真想一口把你吃掉。哎、啊，别心急啊！难道你不想解决你的麻烦了？我现在火气很大，你想怎么解决？臭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那这张卡里呢有500万，够解决你的麻烦了吧？哎，想要这张卡呢也简单，但你得满足我10次。How can I be sure?You'll walk away, why do you love deception? Let me live this way, how can I be sure? The safety of your arms doesn't suffocate me. 这还不简单，我今天就可以做到。李泽天，你敢玩我的女人？李泽天，你敢玩我的女人？钱磊，你嘴巴放干净点。这奸夫淫妇
什么时候开始偷情的？偷情？你说的也太难听了吧！你先睡他的女人的，我就不能跟他睡了吗？你哼，跟他在一起可比跟你在一起快乐多了。结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这么快。你个臭婊子，看我们撕了你的！哎这干什么衣服？你在奸夫淫妇！你想拿着我的钱去替这小白脸还债是吧？这是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那个也是我村里面的钱。钱磊，你还是不是个男人？连女人都打！我教训他，关你屁事！喂，总结我老婆所有的卡。休想从我这拿走一分钱！离婚协议书我早就写好，就等你签字了。我不同意，休想离婚！我不同意，休想离婚！我，你给我回来！臭娘，他妈怎么是不是你？哎呦，烦死我了！哥，我很感激今天你为我做的，但是我自己的事情还是希望自己去解决。没什么，我今天也没帮到你，只不过经历今天的事儿，钱磊估计不会善罢甘休的。那个人渣有什么好怕的？倒是你，你应该尽快跟他离婚。嗯，你放心，我会的。皇上，皇上，我这刚投保你就出事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什么事儿这么慌慌张张的？是李泽天，他欠我200万，还把我屁股打伤了。你看，这怎么是打我的屁股？这打你的脸呀、啊！这个李泽天上次抢镖的事还没算账呢，这次居然还敢骑到我头上来了。李东，李东啊，什么事这么生气啊？是李泽天，他欠钱不还还打人。李泽天难道是大力机械厂的李泽天？就是他。他怎么会做这种事？他欠了你多少钱？300万。我替他还了。什么？你先出去。皇上，那300万。滚！哎呀，你刚才是什么意思呀？他救过我一命，看在我的面子上，要不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小婷，欠债还钱乃是天经地义。这要是有人欠钱就来走后门，以后我生意怎么做呀？你真的不帮？这事儿吧，确实很让我为难。不过你要是答应我一个条件，这钱我就免了。什么条件？你说。今晚别走了，留下来陪我。你放开我！停，来吧，我要。你放开我！别走了，小铁。你放开我！你再这样，我生气了。你干嘛？你疯了！我现在只是你的未婚妻而已。为了一个李泽天，你至于吗？跟他有什么关系？霍启东，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李泽天，我跟你没完。难道我喜欢上李哲天了？不可能，他只是救了我，等我还了他的人情，
我就不欠他什么了。李泽天，陆小姐，你怎么来了？还叫我陆小姐？你就一直这么跟我生分吗？啊，小婷。你要是因为上次的事儿，就不必了。救人是我应该的，而且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这张卡你拿着。你这是干什么？里面有300万。你为什么突然给我这么多钱啊？你为什么突然给我这么多钱啊？你就别管了，拿着吧。我不能要，我不会无缘无故收女人的钱的。我知道霍启东和钱雷的手段，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整你的。放心吧，我李泽天福大命大，没有我过不去的坎儿。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别急啊，小婷，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李泽天，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走在路上想的就是你，吃饭喝水想的也是你。你不会是在跟我表白吧？我也不想这样，因为霍启东是我未婚夫，我们将来要结婚。你该不会是为了还我人情，然后咱俩断了联系吧？千磊是霍启东的手下，他一定会帮他出头的，我不想他们害你啊。感情的事一码归一码，负债的事儿我是不会妥协的。你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小婷，小婷。李泽天，我一定要帮你。启东，今晚上有空吗？去你家，我找你谈点事儿。小婷，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我主动找你，你不高兴了？不是，我太高兴了。不过我就是想不明白，你怎么对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如果我说我愿意把第一次给你，你答应吗？什么？我答应？我太高兴了。我等了好久了，小婷。怎么了？我可以把第一次给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帮我免了李泽天的债务。又是李泽天，你三番五次为他说情，你们真的只是朋友关系吗？启东，我说过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连他都保不住的话，我还算是人吗？我答应你，谢谢你，小婷，你呀、啊、就是太善良了。不过我也就最喜欢你这一点。咱们这宝贵的第一次，还是留在结婚那天吧。不是，霍少，免债，霍少。咱放的是高利贷，不是慈善机构。话真多呀！我说免债就免债。霍少，把我打伤了，打你的脸，这是一点面子。再逼逼我废了你啊！你就是我手下一条狗，我霍少什么实力你是知道的。如果狗不听话，这就换了。哎，是是是，霍少，您说什么就是什么。300万，面子。是，霍少，那什么是大事儿？京海市的所有重工资源，是时候好好准备一下了。我要把所有的重工资源全部是，那可是几百亿的生意，3000亿。霍少，是我摸太多钱，太蠢了，原来。你再下一盘大棋，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啊。
谢谢霍少栽培，谢谢霍少栽培。钱总，这打电话又来要钱了。师傅别怕，我来接。喂，李泽天，你走运了。我们贺启东少爷大发慈悲，免了你们爷俩的债务。什么？不用还了？也不知道你小子踩了什么狗屎运。哎，小天，你这要去哪？师傅，我要去谢谢咱们的救命恩人。欠债的事儿，谢谢你啊。没事儿，我说过会还你人情的。就是欠你的300万，我得慢慢还。你以为是我替你还了300万？难道不是吗？对付秦北，我有100种方法，不一定要真的还钱啊。哦，对，你说过钱磊是霍启东的手下。今天你替我解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你可别送我贵重礼物啊，我不稀罕，我喜欢有创意的礼物。小婷，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吧。去哪儿？你跟我走就行了。哇，好美啊！没想到这破破烂烂的机械厂还有看美景的地方。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像这种破破烂烂的地方也会有善良的人。你是在夸自己吗？没有，我是在夸你。你跟霍启东还有钱磊待在同一个环境，但是你并没有像他们一样。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了。小婷，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但是你今天真的很美。李泽天，大半夜的带女人来厂里鬼混，你怎么说话的？你误会了，这是陆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陆小婷。久闻陆家集团财大气粗，你一个陆家大小姐来我们厂做什么？我听李副厂长说你们厂这效益不错，我特意来考察考察。陆家大小姐还真是有雅兴啊，来大半夜的厂里考察去吗？还听说你们厂子是全市模范，一片狼藉，看来真是徒有虚名。你，我考察的也差不多了，我就先走了。慢走不送。李泽天，我改天再来找你。拜拜。你现在就把厂里的所有石头都给我扫干净。霍少，这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今日一见，我真是大开眼界啊！张厂长，霍少的霍氏集团可是本市的龙头企业，现在市值起码超1000亿，表示一个。霍少，我敬你。这以后，我这大连机械厂还靠你，多照顾，多照顾。关照，谈不上，只是想让张厂长做我一条狗。只是想让张厂长做我一条狗。这，您这是什么意思？至尊金卡，这是本市银行 VIP 客户才有资格办的至尊金卡。这里面有2000万。钱总，霍少，给我这么多钱，这有什么要求吗？
要不说张厂长聪明呢。霍少的意思是想收购你的大力机械厂。霍少，您知道这大力机械厂，它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谁不知道，张厂长是大力机械厂最大的股东。只要你在这股权认购书上签字，这2000万就是你的了。这，哎，我调查过了，你在大力机械厂的股份就算卖了，顶多500万，这笔买卖你不亏。识相点，拿好你的狗粮，不然我有100种方法把你们厂整垮。人不正，王八蛋！我说，以后我就是你最忠诚的那条狗。哎呀，你怎么还在生气啊？你就不该顶撞我们厂长，他现在还生着我气呢。那我还生气呢，谁知道你这人脚踏两只船。那我现在踏上你这条船了。你说什么呢？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哎，你别急啊，你们男人在 KTV 是不是都喜欢点小妹？我是正人君子啊。那我可要验证一下。怎么样，漂亮吧？你们男人果然没什么好东西，就知道盯着漂亮女人看。你留下，其他人出去。愣着干什么？过来坐，让我爷看看。你今天穿的真漂亮，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没穿这么少。你们？你该不会是被钱里抛弃了吧？他就是那个给你戴绿帽子的未婚妻。是以前。小天，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小天。李泽天，这个女人是谁？好你个贱女人，敢勾引我男人！完，快来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拉出去！把这个女人给我拉出去！李泽天，我永远是你的女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对不起啊，泽天，我本来想叫几个小妹逗逗你，没想到会遇见你未婚妻。你现在让我更不高兴，你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遇见你前未婚妻，你不是应该觉得很爽吗？你还是不懂男人。李泽天，我跟你没完！哟，你怎么在这儿？钱磊，我今天这步田地都是你害的，你赔我精神损失费。干什么干什么？恶人呐，我可告诉你，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了。好，好你个忘恩负义的狗男人，会遭天谴的。宝贝儿，我这有个好差事，想不想去？你能有什么好差事？跟着我去就知道了。走走走。霍少，这是李泽天的未婚妻，我让他来服侍你。哦，过来，
我看看，还不快点！如果霍少非常知道，别放过我！哎呀，霍少，哎，你长得好俊！哟，果然是个美人啊！你出去，把门给我关上。哎哎哎，好好。嘿，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就不能来了。有事儿快说，一会儿我还要出去呢。干什么去啊？不会是去私会李泽天吧？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谁私会了？亲爱的，你跟着李泽天没有好下场，跟我走吧。那你怎么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不重要，只要你跟着我，你一辈子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我不会走的。这自从上回招标会回来，你也不让老子碰你了。你以为你能逃出我的掌心吗？我告诉你，没门！反了你这臭婊子！住手！怎么哪儿都有你？张哲，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哼，你为了这个臭婊子，你知道吗？我去！张哲，我告诉你，王倩有是我的女人，你要再敢弄她，我饶不了你！你。行，你给我等着！奖励你的，就这个。那你还想怎么样？哎，刚才张哲跟我说他要带我走，可是也没听说他要被调任什么的呀，会不会有什么阴谋？管他呢，现在办公室也没人。要不然，你好坏。好，我马上回去。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客户那边出了点问题，让我赶紧回去。好，那你路上小心。离婚证，你和他离婚了？对啊，我的世界终于清净了。那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庆祝一下？呀，真坏，这么心急干什么呀？我要不心急，等会儿该你心急了。啊，这里是办公室，不行。你快找个地方给我藏起来！我为什么要躲？公司的人还不认识你，不知道还以为我偷汉子呢。进来。张总，这份合同需要您签字。张总，你怎么了？啊，我没事儿。张总，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先出去吧。你干嘛？坏死了！是不是感觉心里有一万只蚂蚁在爬，浑身发痒？你这个是狗男女！你这个是狗男女！我们都已经离婚了，你别再来纠缠我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着急离婚？原来和这个小白脸鬼混。我是一天不打你，你就皮痒了，哼，一个烂货，就当我送你了。我得拿回属于我的财产。家里这些年的积蓄还有房子都给你了，你还想什么？你骗我和你离婚，你得把公司给我。什么？你还想要公司？你做梦呢！把公司给我，我就告你婚内出轨。好啊，你去告啊！你在外边那些女人，十个手指都数不过来的吧？李泽天。我现在可是霍氏集团的人，你敢动绝对饶不了你。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呢，原来是哈巴狗换主了。怎么扶咱们练练。走，咱别跟那些人一般见了。你等着。别担心，有我呢。不是，我是觉得跟他那种人没必要多费口舌。小天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你说。你喜不喜欢我？喜欢，当然喜欢了。那你娶我好不好？那你娶我好不好？怎么？你不愿意啊？啊，不是，我是说有点突然。喂，您放心，订单我一定按时完成。好吧，你去忙吧，我不会勉强你的。嘿，老谷，你干什么呢？我陪你玩会儿。不玩了，戒了。戒了。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能让自己徒弟管着呢？就是，只有师傅管徒弟，哪有徒弟管师傅的。行吧，李泽天又没在。就玩两把，就两把。可是我真的没钱了。叔，我有啊，我借你。那行。哎呀，走！放心吧，这地儿没人来啊！来开！哎，豹子三个六！哎，老谷，你又输了！哎，这不玩了，一下午一把就没赢。哎，我给你钱，再玩两把。不行，不能再玩了。那你就还钱。什么？既然不还钱，哼！给我搬！你们想干什么？这个是小天重要客户的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既然没有钱，就拿这些货抵债。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你给我老实点，不然我把你给收拾了。我真的去告诉小天。你告诉啊。你徒弟要是知道了你又赌了，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武军，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竟然敢利用我！只怪你太贪心了，赶紧搬！小天，你终于回来了。师傅，你怎么来了？小天。我对不起你呀、啊，师傅，到底怎么了？你先起来。都怪我太贪，武进他约我又打了两把，我全输了。他把库房的货全都给拿走了，
看护那边，我根本就没有发货呀、啊，都怪我，都怪我不是个东西，我把你给害了呀！吴军人呢？小天，不好了，孙娇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给我砸！住手！李泽天，今天我砸你的场子合理合法，最好给我老实点。你凭什么砸我们场子啊？凭什么？当然凭我现在是霍氏集团市场部门经理。什么？你前几天还在 KTV 当小姐，怎么现在成了霍氏集团市场部经理了？哼，你们还真是死到临头不自知啊！你们厂子的张哲厂长之前和我们霍氏集团的合作已经到期了，你们没有按时交付货物，已经算违约了，违约金500万。来人，500万打给他。李厂长，张厂长跑了，把公司账上所有的现金都卷跑了。我就说张哲不正常，果然跑了。哎呀，说你们蠢呢，还真是抬举你们了，到现在还蒙在鼓里。现在怎么办呢？交出违约金，否则你们这个破厂子别想要了。500万的违约金我出了。你张总，你怎么来了？我再不来你就要去睡大街了。拿着钱赶紧滚。你不生我的气了？我想清楚了，你还这么年轻，当然不着急了。你外面到底还有多少？这是我的合作伙伴。李总，难道你不应该陪陪我吗？哼，哎呀，霍少，你一定要给人家出气吗？我今天啊都要被那个李泽天给气死了。哎呀，宝贝儿，你先不要着急，等我把快工厂买下来，我保证他立马跪下来乖乖求你。霍少真棒。我还有更棒的，想不想干？哎，讨厌讨厌，真棒。哎呀，太死了。干什么？小明，你听我说，他是……你个混蛋，连陪酒女都睡，你还真是不挑食啊！哎呀，我错了，对不起，我知道错了。霍启东，你还真是卑鄙！李泽天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你这么陷害他？我不就是把他工厂给收购了吗？你这么激动干嘛？我说过了，他救过我。我看没有这么简单吧？我知道你俩私会了是吧？你既然敢调查我，既然你说我跟他私会，那我们的婚约也没有任何存续的必要了。哎，别，秋天，我错了啊，是我把话说重了，对不起。我堂堂陆家大小姐，又不是嫁不出去了，何必要吊在你这棵歪脖子树上？对啊，你说的都对，我是混蛋，我混蛋啊。李泽天是我的朋友，你以后不准再伤害他。好，没问题。你别生我气了，行吧？哼，别碰我！操！我说，你可真惯着他呀！还不是因为他陆家的背景。我要是想把所有的工厂收购，离不开陆家支持。小天，不好了！你知不知道张哲把他股权全都卖给了霍启东？霍启东现在拿着股权认购书，要收购你的工厂。这是真的吗？这真的，我亲耳听到的。小天，现在厂里的人都在外面闹情绪，说要拿回自己的工资。我要钱！我要钱！大家都别急，大姐都别急，厂长一定会帮你解决的，你不要急，大家。李泽天，工厂都要倒闭了，张哲欠了我们3个月工资，还我们工资！是啊，赶紧还钱，还我们血汗钱！
大家稍安勿躁，拖欠大家的工资一分不会少的。你别光说好话，现在还我们钱，你总不能让我们大家都饿死吧？是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呢。正是因为这样，如果被霍启东收购了咱们的公司，那大家的处境会更难的呀。你要怎么样？你直接说。我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不要让厂子倒闭，更不能被霍氏集团收购。倒闭还收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赶紧还钱！还钱！钱钱钱，就知道钱！现在厂子有难，个个都当缩头乌龟。王厂长，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让我们为爱放电吗？大家静一静。既然这样，大家有两个选择：第一，可以离开，拖欠大家的工资会在3个月之内还给大家；第二，大家选举我为厂长，我们共同渡过难关。张哥，是你教我操作机器的。李哥，进厂的报名表还是你带我填的。大家相信我，只要我在厂子一天，我就不会让大家饿肚子。请大家相信我。你疯了！这个节骨眼上你当什么厂长啊？厂子如果被收购了，肯定会被霍启东并入他们的名下，这些工人霍启东一个都不会留。这些工人把自己的青春一辈子奉献给了厂子，我要对他们负责，我要重铸大力机械厂的辉煌。重铸什么辉煌？这是个烂摊子，谁想碰？你也可以选择离开。你说什么呢？以后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时间到了，大家做选择吧。我留下。我也留下。我也留下。算我一个。小天，你赢得大家信任。恭喜你，李厂长。谢谢大家信任我。我保证工厂不会倒闭，更不会被霍氏集团收购的。不好了，霍启东来了。哎呀哎呀，真是好热闹啊。你来干什么？当然是来收购你们大力厂啊，认识你们新厂长。张哲的股权认购书你们不会不认识吧？你们好好看看啊，别说我一个集团老总欺负你们这种小厂。张哲这个王八蛋，没想到真把厂子给卖了。李厂长已经答应我们了，工厂不会被霍氏集团收购的。跟着这个穷鬼能有什么出息？只有投靠霍氏集团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宣布，只要你们投靠霍氏集团，立刻补发你们被拖欠的工资，另外多发一个月工资。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啊？我和我师父的为人你们还不清楚吗？我已经想到问题的办法了。你现在身无分文，少给我摆什么厂长的臭架子啊！前几次我没有出现，那几个废物让你产生错觉了？你身边都是废物，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嘛。废话还真多呀。我今儿来不是给你耍什么嘴皮子，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来一个试试啊。这个世界的规则不是你制定的，更不可能围绕着你转。小婷，你怎么来了？当然要来了，否则你的阴谋诡计就要得逞了。我宣布大力厂剩下 60% 的股份我认购了。我说什么呢？你是不是疯了？你我说什么呢？你是不是疯了？你像你这样虚伪至极的人，我今天才看透你，别想收购大力厂。小婷，我是你的未婚夫，你这么做想退婚？当然。哼，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救他了？李厂长，还不快把章拿来盖上。谢谢你小婷，多亏了你。陆小婷，这件事如果被你父母知道了，你懂不懂后果有多严重？后果无非就是我们两家取消合作而已。可是我听说是你们家一直求着我们家跟你合作，这后果应该你掂量一下。嗯，皇上，那现在怎么办？你废话真多呀！
李泽天，你给老子等着！小婷，谢谢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大的忙。那你要怎么报答我啊？嗯，小婷你，我的股权就交给你保管了，你的章还在不在？我也交给你保管啊！站住！站住！啊！你是谁？谁让抢东西的？小天，你没事吧？他到底是谁啊？嘴巴硬得很，把他带回厂里审问。你到底是谁？怎么杀了我？我也不会说的。你嘴挺硬啊，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管你是谁，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不会说。啊，这条汉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他抢公章，也不知道是受谁指使。我问问。啊？怎么是你啊？小倩。他是你哥，可别说了，给他松绑吧。哎呦，你干什么了？到底是谁指使你抢公章的？没谁，是我自己起意。都到这份上了，你再不说，我都懒得管你了。说，给我一万块，我抢劫那个女的。那人长什么样？哎，就是他。幸好我留了一手。是钱磊，被人利用。老变态，你血口喷人！就是他，就是他，钱磊，你找死！少他妈废话！虽然收购不了大力接着，但这个副厂长的位置，我还是可以做。副厂长，你做梦！霍少。把35%的股份给我，我做副厂长是名正言顺。没错，是真的。霍启东，这是往你眼睛里钉钉子呀！明天是重工协会会议，等着看。各位，很高兴大家出席今天重工的协会会员会议。我代表霍启东霍少，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钱磊，你不是我们大力机械厂的副厂长吗？什么时候代表霍启东啊？你昨天，霍少早晚收购你的大力机械厂，到时候别说我代表他了，你能不能进这个会议室还不知道。好的，办好过来。哼。懒得跟你计较。各位老总，简单来说，霍少愿意用两倍的价钱收购各位公司的实际市值。两倍的价钱太多了。两倍，公司再干40年也不一定能做到。各位老总，我现在有美帝国金融大鳄索隆斯的支持，钱一点都不是问题。霍启东，担心做美帝国的走狗。你见你的担心当主播的嘴。哎呀呀呀，不要说这么难听啊。有钱不赚王八蛋是吧，识时务者才为俊杰，也就你一个小厂长冥顽不灵。张总曹总，你们印象如何呀？霍启东，我张淑娜虽然是女人，但也绝对不会当汉奸。霍少，你提出的条件的确很诱人，让我再想想。霍少，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好，好。那曹总，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啊。现在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再这样下去，大力机械厂迟早被收购。泽天，你放心，我和你是一条战线的。李泽天，你也放心，现在钱磊只占了 35% 的股份，我可以把我 5% 的股份都给你。5% 算什么呀？我可以把我整个集团都给你。有钱了不起呀？你这个离了婚的女人怎么总是打泽天的主意呀？离了婚又怎么了？离了婚我的实力也是你的千百倍。好了，你不要吵了，现在得想办法阻止霍启东，再想办法把曹总拉到咱们这边。这批订单的周期为60天，大家没意见吧？60天周期太长，应该缩减到30天，这样我们才能利益最大化。钱磊，30天，你想让工人累死吗？李泽天，我可是霍启东直任的股东，兼任副厂长，我有决策权。你别忘了，我拥有咱们公司35%的股份。不好意思，霍小婷已经将他的股份转到我的名下了。现在我的总股份是60%，这件事儿我说了算。李泽天，你只是一个靠女人的小白脸，你说什么？你找死是吗？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一定注意自己的言行。把我打伤了没问题，记得赔我医药费就行。滚！和尚，您聊啊。公司现在正在酝酿收购计划，这个李泽天处处跟我作对。你跟他打过交道，说什么办法可以置他于死地？李泽天这个人呢，有勇有谋，而且还很有女人缘，这么多女人帮他，确实不好办了。只要你能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给你1000万。皇上，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一位狠角色，他叫青龙王，收拾李泽天完全不在话下。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是霍少，我这就去办。不好了，小天，霍启东要找人杀你啊。不好了，小天，霍启东要找人杀你啊。确定吗？确定，我亲耳听到的。他说要找那个杀手，叫什么什么青龙王的。我管他找什么青龙王还是红龙王，只要敢过来，一并给他消灭。昨天啊，我很担心你，你不要硬碰硬啊。放心，别担心。李泽天，我找的陆大小姐，怎么有时间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怎么，我到这里来还要跟你汇报不成？别忘了，我现在可是大力机械厂的大股东。不敢，我只是想提醒李厂长，最近厂子的事儿多，不要老把时间放在勾搭富家小姐身上。你怎么说话的？什么叫勾搭？小婷，别生气了。你难道王倩不知道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吗？李泽天，他说的是真的吗？李泽天，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个渣男。你说什么呢？你敢打我？哎呀哎！哎，陆小姐怎么在这里？不行，必须把这事告诉霍少。你们别打了！哼！喂，霍少，陆小婷又来找李子谦了。好，
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我啊？你说什么呢？我，你是不是去找李泽天了？贺启东，你有种杀了我！为什么？为什么要背叛我啊？我才不会和你这种背叛国家、投靠美丽国的走狗在一起！为了钱，你就变成了一个卑鄙无耻、下流的卖国贼！那又怎么样？我对你百般顺从，这还不够吗？难道你要我们结婚后告诉孩子，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吗？你都知道了，好，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就是要李泽天死。怎么了？你不要过来啊！嗯，插我呀！来插我！别过来！把我插死了，你也变成一个杀人犯了。求求你，放了李泽天吧！你还拿你的命来威胁我？只要放了他，怎么样都行，不然我就死给你看！我是想得到你，但是我知道，只要他还活着，你就会去找他。不会了，不会有下一次了，你相信我。我记得某位哲人说过，漂亮的女人都喜欢骗人。哎呀，你别装了啊！我知道你不会死的，因为他还活着，你舍不得他。把陆小姐给我看好了，别让她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合计一下。怎么才能名正言顺的把钱磊赶走？昨天，前几天陆小姐给你通风报信，说有一个叫青龙王的人要杀你。我专门去打听了一下道上的朋友，有一个人，你应该见一见。你好，帅哥。汪倩，你是不是疯了呀？这个时候还想拉皮条呢？还嫌他身边女人不够多是吧？啊！下次要是再这么没礼貌，可别怪我直接抹脖子。美女，请问怎么称呼啊？在下百乐门的人，江湖人称虎王。百乐门是著名的假术奇门，与四大天王，虎王正是右白虎。只不过我不喜欢人叫我白虎。为什么？是你的命名守卫。青龙王呢？他是我师兄，因为心术不正早就被逐出师门了。你除了武艺高强还会什么别的吗？仙术。仙术。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师傅，我求求您了，您就帮帮我吧。小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早都发过毒誓，再也不赌了。什么毒誓？如果再赌，咱们爷俩死无葬身之地。你发毒誓，干嘛带上我呢？也不是让您去赌，就是想让你引荐一下。那也不行，教唆他人赌博，那也是不对的。您放心好了，武王真的很厉害。有多厉害？九度必输，我还能不知道？Just to please a thousand ways, and so now didn't feel the shame. 果然厉害，五叔，麻烦这件事引荐你。那好，包在我身上。妈，没长眼睛啊！对不起啊，老板，有点着急。哟，这不是古树吗？钱总，是你啊！古树，有日子没见，看来你发达了。哎，这不是托你的鸿福吗？
不说了，我着急的呀，去搓两麻去。哎，我要走了。哎，别，看来你这没找人了，这什么场子？说说呗。是一个海归大老板的女儿，新手，绝对是个大貔貅啊。36亿我，姑叔，给我也引荐引荐呗。哎，姑叔，少不了您的好处。那行，钱总，跟我走，走走走走。开开开！妈，又输。谢谢徐小姐。钱总，这位就是徐小姐。徐小姐，幸会幸会，我对骰子也略有研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少说废话，玩两把。果然爽快。懂不懂规矩？什么规矩？这桌子上有1500万，要想上桌最少50万。什么？你抢钱呢？有没有钱？没有钱滚蛋。哼，我这卡里有100万。哼，来呀，钱总。小姐，请。哎，副总。算了，就都输光了，今天就不玩了。李小姐，你还有一样东西没输，那就是你自己。钱总，你什么意思呀？徐小姐说了这么多，你不想翻本吗？这些钱对于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徐小姐这么好的身材，穿这么多的衣服，太可惜了。不如拿你的衣服做赌注，每输一次就破一下，怎么样？那要是我赢了呢？1次300万，好不好？今天我运气这么不好，要是全都脱光了，那我怎么回去啊？不会的，我不会让许小姐这么没面子，我会在这儿陪你一晚上。行，我就喜欢刺激的，来。行。许小姐，我也想玩。我就跟他玩。许小姐，先请。不好意思啊，险胜。再来。再来。不就300万，让你一把。陈老板，你还玩吗？徐小姐，我身上的衣服可没赌啊。我要你衣服干什么？你还欠我800万呢，先还了再说。徐小姐，跟我玩不是看你需要什么，而是看我身上有什么。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钱老板，脱吧。徐小姐，能不能赊账一次？愿赌服输，脱衣服。钱副站长，你不是还有一样东西没赌吗？什么？大力公司的股份啊。不行，那是霍少交给我的，要把那赌输了，我有可能小命不保。你看看，这么久了，他就赢你那么一点。这时间长了啊，说不定还能赢过去。
况且了，你还欠徐小姐800万呢。说不定啊，这再赌一把，你还会赢呢。我再赌一把，这次赌上我的全部，还有你的衣服，全部钱。没问题。36，我赢了。那可不一定。你到底什么人？你输了。你们几个联合起来给我下套是吧？你当初放我高利贷，害得我有多惨？我们现在就是以麒麟之道还治麒麟之身。古树，古树，看在我当年免除你高利贷的份上，你放我一马，饶我一命。呸！李站长，你千万别把合约拿走，要让霍少知道了，他非得杀了我呀！少废话，愿赌服输。我签。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大力机械厂的股东了。可不能就这么算了，他还欠我800万呢。哎，好汉爷饶命！不，姑奶奶饶命！只要你饶我一命，让我做什么都行。真的干什么都行？这几天我都没看见陆小婷，你去霍启东那里帮我找到他。没问题，没问题，一定办到。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就是百乐门的虎王。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虎王。这是一胎抱金丸，72时辰里头你没有得到解药的话，你就会七窍流血而亡。你给我下毒！放心，只要你乖乖听话，好好做事情，我不会为难你。事情做好了，解药我自然会给你的。好，你去休息吧，霍少让我在这看着他。进来呀！嘘，陆小姐，你果然在这里，跟我走。你要带我去哪里？别问那么多了，快跟我走吧。就你，是不是又瞒了什么好心？是李泽天让我来的，是李泽天让我来的，跟我走。李泽天，泽天，泽天，我好想你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小婷，你受苦了，霍启东没有欺负你吧？没有，我以死相逼，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泽天，陆小姐也为你吃了太多苦头了，你可千万不能辜负她呀。我，是啊，泽天，我们一定不会逼你从我们三个中选一个的。对，没错，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阻止霍启东的计划。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恩人，人已经救出来了，解药可以给我了吧？我骗你的，根本没有什么一胎抱金丸。什么？你们居然敢耍我！钱磊，我们本质都不是什么邪恶的人，这件事过后，咱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当你放高利贷害人的时候，就该想到，当你自己赌到一无所有的时候，到底怎么办？霍启东已经投靠了美丽国，身为九州人，难道你想我们辛苦打拼的事业拱手让人吗？你们说的没错，放心，以后我再也不给霍启东卖命了，我可以走了吧？啊，就这么放他走啊？说好的让他走的呀？我不相信他，他是我们坏到骨子里去了。里面的人听着，赶紧出来，给我跪下，磕头认错，我还能给你们个痛快，否则我让你们生不如死。
不好，是我师兄青龙王。现在该怎么办呢？青龙王，别来无恙啊！哟，原来是我师妹，怎么，这单你接了？少废话，这里面几个人我罩了。不好意思，拿了人钱财替人消灾。师妹，你是知道的，我一向只认己，不认人。三年前你杀害师父，今天也是你偿还师门血债的时候。谁让他不教我百乐门的独门秘籍一穿心术，是和他想犯我，他就该死。欺师灭祖的叛徒，今天我就要替师父报仇，清理门户。我来帮你，小心。好，小心。师妹，你中了我天下第一的奇毒奇淫合欢散，一个小时之内你必须找一名男子交合，不然就会全身经脉爆裂而死。哼，这是穿心掌，百乐门独门秘籍师父居然交给了你。不对，穿心掌只有童男童女才能学习，不然会走火入魔。难道你没想到吧？我还是个处女。李泽天，今天算你运气好，等我恢复元气再来取你狗命。虎王，虎王，你怎么了？我不行了，快救救我！我该怎么救你啊？一个像是侦探，必须找到跟男人交合，否则我会……泽天，人命关天，你先救人吧。刚刚虎王也是为了救你，现在你为了救他，也是理所当然。你救人吧。She laid me down on a bed of nails, just to pierce her eyes and veils. Hands so numb, didn't feel the shame. Lonely souls, they love the pain. So let it run, let it all fall away. 对不起了，虎王。I don't give a damn if I leave or I stay. 已经三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出来呀？他们在里边不会出现什么事儿吧？哎呀，你们俩就别瞎想了，昨天这么猛，肯定没事的。王泽天，你们没事吧？刚刚泽天已经帮我解了毒，现在已经好多了。虽然时间有点久，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累，反而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这真是奇淫合欢散的特性，你帮我逼毒，我的功力就全部传给你了。哎，那这也太好了，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怕那个青龙王了。话虽是这么说，但是要是想对付霍启东的话倒没那么容易。我在跟霍启东相处的期间搜集了他不少犯罪证据，你看有没有帮助。这些都是他涉黑和放高利贷的证据，但是还要找到他恶意收购的证据。之前霍启东跟张哲有联系，私下买了他的股份，咱们可以去找他帮忙。好，那就去找张哲。嗯嗯，走。来，喝一个。168万，2000年典藏钻石品位。哇，老板大气呀！这算什么？爷啊，有的是钱。哎，还有什么好酒？统统都上来。哎，老板，谢谢。去。对不起张总，这张卡已经余额不足了。对不起张总，这张卡已经余额不足了。别着急，等我回家，回家拿钱。你干什么？住手！哎，李厂长，李厂长，抱歉，哎，你是经
你这个混蛋，当初卷钱跑路，现在落到这个下场，活该！再怎么说，咱俩也是老情人吧？啊！谁他妈是个老情人啊？只要你能救我，我是你孙子都行。张哲，别怪我没跟你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就看你愿不愿意了。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那你把霍启东给你的股权购买书给我。我要把它交给你，霍启东他是不会放过我的。你要是不交出来，他们也不放过你，我们更不能放过你。那你能先帮我把这账给结了，然后你得保证我安全啊。没问题。现在带我去拿人过书吧。行，我带你去。这股权认购书只有一份也不够啊，还得想办法拿到霍启东那份。那我们要去霍启东家拿到这份协议吗？我知道了，我可以带你们去。喂，曹总，怎么了？你女儿被绑架了，好，我们马上回去。什么事儿？霍启东绑架了曹总女儿，现在去厂子找你去了。好，回去。小婷、汪倩，你们先别去了。你们先看好张哲，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别，淑娜，李三天，快救救我女儿。曹总，你先别急，现在是什么情况啊？霍启东绑架罗女儿，威胁我要在下星期的纵工协会会议上一定要通知他收购方案，否则就要撕票。那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呀？没有。曹总想的怎么样了？求求你了，不要伤害我女儿。你把电话给李泽天。霍启东找你。霍启东把曹总女儿放了。少废话，东郊仓库我等你。求求你了，快救救我女儿。曹总，你放心，我一定救你女儿回来。拜托你了。你们在这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我跟你一起去，或许我能帮你。好。李泽天，咱们又见面了。李泽天，我劝你今天最好乖乖地跪地求饶。吴军，你这条断脊之犬饶不了你。哎呀，吸收了我师妹的功力，果然变厉害了。知道我的厉害还不赶快放人。我夸你两句你还上天了。废话怎么那么多呀，赶快杀了他。用不着你教我做事。吴军，你他妈找的什么人啊？敢这么跟我说话！霍少，抱歉，抱歉，抱歉。你这还不赶快跪下给霍少道歉？松手，松手，松手！啊！什么狗屁龙王，不堪一击！霍启东，你滥杀无辜，我饶不了你！看什么呢？打呀！打他妈的！霍少，我不是害怕，我是不知道你是让我打他呀，还是打他妈呀？真他妈废物！霍启东，我已经收集了你所有的罪证，快把曹总女儿放了。在京海，老子就是天！
你今儿别想活着走出去。从一开始你就跟我作对，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啊，我要整个金海市的所有重工资源做大做强，只有这样。都是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洗不脱你是卖国贼的罪名。卖国贼？哦，我呢就给你说点真理吧。你跟那样好好看看。哪里没有美帝国的资本，哪里没有美国的军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是你的归宿。就凭你那个小瘪三还想阻止你吗？那你就甘心做美帝国的走狗。霍启东，你这些歪理去跟法官和警察说吧，我们九州是不允许你这样的卖国贼存在的。废话可是真多呀！救我！师兄，你为什么要杀了师父？照顾好我师妹。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她的。从小我一直跟我师兄一起练功，他练得最好，我一直都很崇拜他，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节哀顺变。糟了，吴军和霍启通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李泽天，谢谢你救我的女儿。你说吧，你想要什么？只要我曹猛做到的，一定满足你。曹总，我什么也不想要，就是想向您说明一件事情。但说无妨。咱们重工协会的那些企业家都被霍启东收买了，要是连您也沦陷了，咱们九州父辈打拼的重工事业就要落入美丽国的手里了。我曹某从没有忘记我是一个九州人，放心吧，我不会让霍启东得逞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好的，那我们先走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还要去霍启东家搜集罪证。那我跟您一起去。太危险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那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放心吧。胆子不小啊，居然敢一个人来。来，喝一杯。对付你这种人，我一个人足以。哎呀，劝你把刀放下，你这样是犯法的。听我的，你或许还有救。少废话。你是个人才。只要你同意帮我，咱俩可以一起掌控整个京海市。你所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钱，为了女人吗？做梦！死到临头还这么镇定。唉，可惜了，我从来不打没有把握之战。快呀，快！王倩，小婷，李泽天，没想到吧，今天你也被我耍了一次。张哲，你可想清楚了，你要是帮了他，你一样也会坐牢的。笑话。哼，我就是把这股权认购书给你，哎，我也一样会去坐牢。想要吗？来，你自己来拿。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俗话说，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既然霍少愿意给我们每人5000万，哎，我们当狗又如何呀？李泽天，现在你的两个女人都在我们手上，这回你又如何应对呢？啊！你别乱来，不然我要了他狗命！哎，我不相信你会杀了我，
张哲、吴军，放了他们两个。李泽天，霍少说放，我们才放。哼，我玩过的婊子，他就这么香吗？哼！原来你一直有抢别人女人的习惯啊！放了他们两个，来来来，杀了我，杀了我！我让他们两个一起陪葬。呀！快来帮忙！秦玲，哎，秦玲，对不起。我让他救我！李泽天，永别了。我们身上有炸弹，快救我们！我们身上有炸弹，快救我们！张杰的股权认购书，李泽天，这个位置是你坐的吗？我们凭什么不能坐在这个地方？就是，既然都是中红协会的会员，自然都有权利坐着。会长，如果都是这样，我看你这个协会也没必要存在了吧？啊，李泽天，你把位置让给霍启东。凭什么？会长也不能这样欺负会员吧？让会员站着，这没道理吧？这没道理吧？算了，保安，给霍少搬把椅子。会长，只剩这把小凳子了。滚蛋！妈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来羞辱老子！霍少，霍少，我去给你搬把椅子。不必了，快点开始吧！啊，我说实话。这次前来就是要收购在座的各位的公司。笑话，你有什么实力能够收我们这么多的公司？曹总啊，一会儿你可不要哭着求我，喊着不要收购你的公司。我的背后现在有美丽国的财团支撑，收购你们的公司比捏死一只蚂蚁都简单，知道吗？看来你是势在必得了。哼，你现在跪下来求我，我还能赏你口饭吃。虽然你背后资本雄厚，可是我今天就让你收购不成。这口气可真不小啊，但是光靠一张嘴可不管用。这些都是你涉黑放高利贷的证据，你还有什么话说的？就是这个霍启东竟然拿我女儿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同意收购就杀害我女儿。像你这样心狠手辣人还是九州人吗？这种人恐怕早就已经是卖国贼了。卖国贼？对，我就是卖国贼，那又怎么了？我就是卖国贼，那又怎么了？就算你们说这么多话，我依然能够收购你们的公司。你们还有什么招数？尽管拿出来，来拿出来。如果没有人反对，大家就在这儿收购协议上签字了。慢着，怎么害怕了？想让我可怜可怜你是吗？这两份股权认购书你还记得吗？那什么呀，我不认识。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可是你恶意收购的证据。你说是恶意收购就恶意收购啊，可笑，证据呢？你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呀、啊、你。
你涉嫌恶意收购以及多起故意杀人案，跟我们走一趟。李泽天，我跟你没完！放开我！就剩咱们三个了，要不要玩点不一样？哎呀，讨厌！你说过要陪我看星星的，你要不要去？我想换一个城市生活，我们要不要一起？嗯，我想出国调养一段时间，你跟我走吧。哎呀，我不想做选择，我全都想要。